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生活在广东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断学习着与天空、海洋、大地的相处之道，高扬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旗帜，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正日益深入人心。江门市新会区的天马河，一棵榕树在河心的泥墩上扎根，几百年后繁衍成为覆盖一万多平方米的榕树林，树上栖息着千万只鸟儿，当地老百姓亲切地将这片养育小鸟的榕树林称为雀墩，世代相约爱树护鸟。1933年，文学大师巴金先生乘船到此游览后，写下名为《鸟的天堂》的散文。几代中国人都从小学语文课本里读过这篇散文，都知道新会的小鸟天堂。唔真系做，唔真系打啦，你系为好好嘢嚟，嗰啲就种子粮，种我啲种嗰只粮咧。燕伯是天马村村民，今年82岁，一辈子都在守护小鸟天堂。如今他年事已高，守护小鸟天堂的职责交到了新一代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小鸟天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河道没有那么宽阔吧，也没有那么多的小岛。以前只是一个大榕树，现在已经有14个小岛了，已经600多亩地。距离小鸟天堂的核心保护区约800米的地方，是珠三角连接粤西地区的高速铁路通道江站铁路。飞驰的列车会不会惊扰到小鸟，曾经成为当地村民担心的事情。根据项目的环评要求，50分贝以下的声音环境才是鸟儿适宜的生活环境。为了给这里的鸟类创造一个安静的栖息环境，铁路施工方开展联合技术攻关，增加了投资约1.8亿元，安装了长达2公里的全球首例拱形全封闭声屏障，进行降噪和列车灯光遮蔽。而且这个声屏障的话，它不但阻隔了个噪声，而且还有那个灯光，它也把它一并解决了。因为小鸟的话对灯光其实也是很敏感的。近年来，为减少人类活动对鸟类生存环境的影响，小鸟天堂国家湿地公园还加强榕树、鸟类、水系等生态保育，全力禁止周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以每年150多万元的租金租下原天马中学校舍，改用于鸟类科普和监测。如今小鸟天堂栖息着夜鹭、小白鹭和牛背鹭等数十种鸟类，共有3万多只鸟。处处是鸟声，处处是鸟影，宁静安谧又生机勃勃。巴金先生盛赞的人和树和鸟和谐相处的美丽故事，随着时代在不断延伸。
2020年10月，茂名露天矿生态公园细微小雨，但这并不妨碍香香和几位好友的约定。他们是附近公司的员工，每周都相约在这里享受长跑的快乐，也体验着公园的绿荫、繁花、翠湖之美。然后环境很不错，空气好，然后的话视野也开阔。这些开心的跑友可能不知道，这里曾经是中国第二大、南方最大的露天矿坑。露天矿的前身正是上世纪50-60年代以来为共和国石油工业做出重要贡献的油页岩矿。随着国内油田逐渐发现，成本较高、出油率低、污染较大的油页岩开发逐步停止。从空中俯瞰，这个大矿坑如同一个裸露的伤疤，面积达10.07平方公里。鸭乡村地处矿区，停产后的那10几年，村民们的生活苦不堪言。很多村民想不通，当年父辈们倾力支持的露天矿怎么就成了祸害了呢？窗户肯定不敢开，如果开2-3分钟，那个灰尘2-3公分那么厚，还有平常出来都要戴头盔的，口罩这方面也少不了。如何处置这个烫手山芋，茂名有过一番争论。矿坑地下还有价值上千亿的未开采的矿藏，另一边是生态环境和村民健康受到严峻挑战，该何去何从呢？我们这里300多米都是矿，我们这个10平方公里的这个范围里，这个矿产的价值是以千亿计的。我们茂名啊，还是一个不太发达的地区，你想象一下，放弃这几千亿的采矿生产，把这里打造成生态公园，那得下多大的决心，顶着多大的压力。经过反复讨论，茂名下定决心着手进行环境整治和生态修复。面对巨大矿坑，茂名首先因地制宜，就近通过高州水库灌取引水1.6亿立方米改善强酸水质，形成一个面积约6平方公里的美丽湖泊，按引水、种树、建管、修路的思路建设生态公园。通过生态修复，水变清了，山头变绿了，市民来这儿休闲的也越来越多了，露天矿变成香饽饽。在崖巷村，村民莫吉陶和伙伴们一起打造花园式村庄，修起一栋栋小别墅，发展观光农业、民宿旅游、农家乐等，搭上生态快车。整体环境变好了，我们这边的游客也多了。我们最高峰的时候，一天接待个3-4千人的。正是环境的巨大变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像莫吉陶这样的年轻人回流家乡，建设家乡。原本千疮百孔的城市，正在变成安居乐业的梦想家园。今天从天空俯瞰茂名，最耀眼的莫过于城区西北角那一大片碧蓝的湖泊，它犹如一颗璀璨明珠，镶嵌在茂名的大地上，镶嵌在茂名人民的心中。2020年12月，深圳大鹏新区。前爱大鹏珊瑚保育志愿者联合会的理事长白小次和伙伴们迫不及待地想去海底看看，他们想知道在海底种的珊瑚怎么样了。
现在我们准备好装备了，等一下我就穿着装备到了海里，用我的相机给大家带来海底的世界。下去了，好。他们下潜的地点在大鹏新区的南澳，潜水的主要设备是气瓶和潜水背心。一瓶气可以在海里使用一个半小时，每次潜水这里就是我平时潜水的地方，你们看到后面有一个小的岛礁了吗？那就是南澳的火烧牌，它下面有很多珊瑚。那平时我潜水呢，会在从这里沿着直接从这个沙滩上面走下去。这位中年大叔叫沈小明，朋友们都叫他白小刺，这是他的网名。2011年，他开发了一项新爱好——潜水。当时他发现，就算海岸线在家门口，也几乎没人会在深圳本地潜水，因为这里的海域已经被弄脏了。他曾向周边的渔民打听，渔民们说，早些年深圳附近海域底下也是五颜六色的。这是我经常来潜水的潜水店。为了重现昔日海洋的生机，2014年，白小刺和他的伙伴们一起成立了全国最大的潜水员公益组织——潜爱大鹏。一边在海底清理垃圾，一边恢复深圳的珊瑚礁资源。2020年5月，临近双鹿角珊瑚产卵的季节，由于无法确定是哪一天产卵，白小刺和他的伙伴们连续几天深夜都下海，但是却没有任何收获。第四天，他们决定把时间提早到晚上7点钟下海。差不多到8点钟左右，我们看到那个珊瑚上面有红色的卵，它跟我们平时看到珊瑚不一样了，一片红。那我们就很兴奋，但是在水下你也没法欢呼哈，就是大家默默地在旁边等，等它把那个红色的卵囊释放出来，释放到水里。这个过程其实很短，只有10分钟。对白小刺和他的伙伴们来说，每一次这样的潜水都是他们对于深圳海洋生物多样性最直观的感受。每次下潜回来，他们会把当天拍摄到的生物详细记录下来，储存在白小刺的海洋图书馆里。他们认为，海那么大，种珊瑚是种不过来，重要的是激发大家去爱护海洋，改变一味索取的态度。本来这个沙滩上面呢，曾经有很多。你再种再多的珊瑚，你有时候还不如改变人的思想，把破坏海洋的人弄得少少的，所以就看得稍微长远一点。远处海面上，烟波浩渺，船帆点点，一株株木麻黄树迎风挺立。宛若一列列整装的卫士，远看犹如一道绿色长城。1973年，一代国画大师关山月将阳江海岸的秀美风情、家乡人民众志成城造林固沙抗风的壮举浓缩在绿色长城这一幅画中。他住在那里，他就问那些
民兵，他说他们试验过很多，发现只有这个树能够耐高温，即使海水它都淹不死它啊。很多年以后就长大成林了啊，那所以他就觉得那我更要把这个美好的画面表现出来哦。驻足海陵岛十里银滩，眼前一片木麻黄树沿海岸线排开，威力海边身姿招展，随时准备抵御风浪的侵袭。从空中俯瞰，犹如一条绿色巨龙沿岸静卧，默默守护着身后的一方百姓。郁郁葱葱的树林浓缩了几代人的坚守与付出，如今新一代植树人还在勤劳付出，让这片黄沙之上的树木也代代相传。2004年，曾宪杰第一次走进这片林地，和工友们头顶烈日脚踩黄沙，在海边种植木麻黄。那时的沿海防护林带远没有现在的茂密，环境恶劣。曾宪杰和工友们想要在沙质海滩上植树造林并非易事，呵护树苗存活更难。种这个是好辛苦的，种下来那个天没下雨的时候没水，就好快就糟掉了，死掉了。作为一名老植树人，曾宪杰对木麻黄的脾气秉性早已了如指掌。为了让树苗更易成活，海滩植树往往还要看老天爷的脸色。雨季沙滩淡水充沛，成了植树的黄金窗口期。眼前这片小树苗是2019年种下的，约4万株，沿着海岸线绵延4.7公里，经过曾宪杰的精心照料，成活率达95%以上。每天呢，检查这个树有没有虫害，有没有那个缺水。一缺水的话呢，马上要挑水林。现在终于种起来了，现在讲的也很好。但是现在不同，现在一点水不用连的不放。为何选择造林绿化作为自己的职业？曾宪杰说不上具体原因，但就是觉得和树有着不解之缘。在他和工友们的照拂下，这些小树苗将茁壮成长，有朝一日会与大树并肩站立，共同抵御自然灾害。清晨，第一缕阳光照进南岭大山时，周水金已经走在巡山路上。山路崎岖，杂草丛生，几个人熟练地穿行其间。80后的周水金是一名林三代，在他看来，南岭是他的家，守护这座青山是先辈职责的延续。我爷爷他是这里的伐木工，我爸爸是这里的运输工，我是这里的护林员，这个就是我们三代人就是这样子的。他们砍树，我爸爸运输，然后呢，我现在把这些小苗看成大树，就是我们三代人的循环工作，所以就是信念就在这里。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5.84万公顷。是广东面积最大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球上同纬度地区的山脉中，仅有南岭拥有大片原始森林。整个保护区森林覆盖率达98%以上，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自然屏障。
每天穿行在寂静的山路上巡护山林，周水金已经坚持了10年。由于保护区实行网格化管理，他要负责约5000亩林地，日常巡护路线最远的一天要走20多公里，一年里至少有一半的时间在山上度过。报批嗰只训练场嘅项目，所以买服装，买我哋嘅消防设备嘅。除了丰富的森林资源，南岭还是广东生物资源最丰富的自然保护区，被誉为物种宝库。2020年11月，护林员蔡玉生像往常一样换上迷彩工装，拿上工具进山去安装森林之眼红外摄像机，追寻林间珍稀动物的足迹。然后你拍一些野猪啊，是吧，小鸡啊，它都喜欢吃那些植物的果实啊，所以它掉到地里肯定它会过来吃的嘛，我们就这样来判断。自小在林场长大的蔡玉生，受到父辈的熏陶，对动植物充满了热爱。多年的历练也让他练就了一手绝活，他在野兽们最常出没的地方安装上一双双眼睛，静静守候。这些年他跟着科研人员一起发现和记录了不少珍稀物种。采回来的数据呢，发现了这国家二级保护的狗熊啊，还有二级保护的这苏门林，包括一些鸟类啊，就是王府角雉啊、白鹇啊。现在南岭自然保护区的野生植物总数已上升到3890种，10年前这一数据为2617种。野生脊椎动物有622种，比10年前的记录多出179种。鸟类物种数现在总计316种，生态环境越来越好，珍稀野生动物频繁出现在南岭保护区内。2020年10月，中国林科院热带林业研究所的廖宝文教授带着博士研究生江仲茂来到珠海齐澳岛，趁潮未落时乘船沿着曲折的河道观看了两旁的红树植物恢复生长情况。这已经是他们今年第4次来到齐澳岛了。3个月前，这里刚刚新种下了一批本土红树苗。在近海处，江仲茂带领工人们下到泥泞的滩涂里，给这些幼苗检查补种，去测量它们的生长数据。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在野外调查，有50%到60%的体力都是浪费在走路上，就是泥潭非常难走。采集回来的水和土壤样品很快就被送到了在广州的中国林科院热带林业研究所内。在这里，他们模拟齐澳岛的潮汐进行了实验，以确定下一步的修复策略。这个是我们齐澳岛的主要种的一个树种，就是桐花树。那我们在一个人度之下啊，培养了一段时间，看它生长好还是坏，你们量一下。18.4毫米。今天的齐澳岛是广东的最美湿地之一，红树林也是这里的一张响亮名片。但20多年前，这里的红树林却濒临灭绝。当时原产北美洲大西洋海岸的护花迷草，在我国沿岸滩涂泛滥成灾。齐澳岛的广阔滩涂也未能幸免，加上当地居民对红树林功能缺乏认知，1998年，
齐奥岛仅剩32公顷的原生红树林。当时廖宝文教授到齐奥岛考察，如今回想起来仍然难以忘怀。过去就发现齐奥岛大面积都是复方煤草，非常密集，没办法，因为这个铺天盖地的，它那根啊很厚，你人都踩不下去。为了修复这片湿地，恢复湿地生态环境，廖宝文教授开始进行护花迷草治理的研究工作。最后通过种植速生红树植物，夺取护花迷草的光照等资源，压制其再生及蔓延，最终成功实现护花迷草100%生物替代。20多年过去了，廖宝文每次到齐奥岛都感慨变化翻天覆地，护花迷草得到了有效控制，红树林大面积恢复，由1998年的32公顷增加到现在的500公顷，红树林植物种类由原来的8种增至28种，在此停留及越冬的候鸟种类达182种，生态环境得到极大的改善，这里也成为了广东省的自然保护区。有了这一片红树林，就有很多生物就集聚在这里来了。你比如说有一种濒危的鸟类叫黑脸琵鹭，这种鸟类的话以前在珠海是没有的。红树林呢，它的那个功能，台风袭来的时候呢，它可以消浪护堤，可以保护家园。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树木又多了，水又清澈了，水清安绿，住在这边的居民是受益非常大。现在的水质好了，开的花出来特别鲜艳亮的。亿万南岳儿女共享着生态惠民的福祉，携手走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宽广大道上。